六个字，六个字。嗯，今天是谁生日？敬意是谁设的？我设的啦，谁设的？我慢慢说哦。今天是谁生日？阴天，我阴毛了，阴天。今天，今天是谁？是谁生日？生入，今天是谁生入？我生入，我中出了生入。再一次哦，今天是谁生日？今天是谁对不对？对对，今天是谁？哦，今天是谁生日？对。啊，所以到底今天是谁生日？今天。沈玉琳啊！我不，我不要再想你。沈玉琳？什么沈玉琳？沈玉琳是沈文成。家里哪来台大？家里亲戚话。沈文成？哦，原来。沈文成，沈文成，沈文成，十月二十九号是谁？是谁？是谁？沈博志的。沈博志。
送他们吃虾。以后呢，我们的澳门之旅吃虾，拜拜。蜡烛 ，I have 蛋糕。脖子，生日快乐！昨天我的菲律宾女佣走过市场，我闻有个鱼贩，多有个小鱼，叫脖子，就是你。哇！我当场吓了一跳，原来开玩笑，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长得比我帅。这分明是冲着我来。这里有一张 S， 只要我轻轻一撸，它就会变成一张皱肉的 S。因为我还没发功啊，我一发功还可以变出一堆生日礼物来。你说我瞎掰，我还说你绕起来给仔钱，看什么啊？如果你不服气的话，打个大哥大来研究一下。当然你要补贴我的100几十万，那我也就不说了。抄下我的电话号码是台湾0800 0900 0000。我再重复一遍，是台湾0800 0900 0000。你不找我没关系，因为这将会是你的损失。十二点以后不要打了，因为生日到啦！哈、生日大快乐！生日快乐，生意兴隆，事事顺心，万事如意。胡子，祝福你生日快乐，财源广进，幸福美满。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生日快乐！得生日快乐，祝你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等一下，我们开始了。等一下，认真。哈喽，博士哥，谢谢你那么照顾我们大家，然后祝你就是事业顺顺利利，鸿图大展。博士哥，然后我也祝你就是可以看起来不像18岁，然后一样的帅帅气气的。最后祝胡子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耶！拜！大家好，我是郭富城。博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唱首歌送给你。老师音乐。我和你吻别。对不起，我唱错了。最近跟熊黛林分手，所以有点难过。再一次。老师音乐，对你爱爱爱不完，祝你生日快乐，博智，生日快乐！等祝你生日快乐，亚弟！今年的生日礼物很难暖哦。博智，祝你生日快乐啊！兄弟，生日快乐！听说寿星都要喝大杯的哦，我等着看你表演，开心。Oh, yeah.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a long way down, but I got you now.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爸爸说什么？爸爸生日快乐。那陈轩，你要跟爸爸说什么？爸爸生日嘞，爸爸生日快乐。再讲一次。爸爸生日快乐。然后嘞？然后祝爸爸生日快乐。然后嘞？然后打开生日蛋糕。然后嘞？然后打开礼物。然后嘞？然后拿气球，然后呢？然后戴生日帽子，然后呢？可以祝爸爸生日快乐了，可以。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蛋糕是谁要吃？爸爸。那你要吃吗？要。那你要跟爸爸？大家一起吃。那我们跟爸爸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你还有没有要讲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爸爸快乐。